刘备降服同族的刘璋，攻破成都，也成功地取得益州，三分天下之计已成，从此形成魏、蜀、吴三国，共同竞争中原霸业的局势。建立蜀国势力的刘备，这次把目标放在汉中，此时的汉中是属于魏国的领土。然而，如果能把军事要点的定军山攻下来，夺取汉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建安24年，蜀国的部队往定军山进军，攻下临近山头的黄忠，向定军山的守将挑衅，于是战争就此开启了。过了这座山就是汉中了。主公，请快出战呐、我已等不及要大展身手了。越过这些山，把汉中拿下来。各军团各自散开，攻击定军山。走山巅，一定能大败敌军。敌军实力不弱，大家小心应战。敌军实力不弱，大家小心应战。果真来了吗？不过此路不通哦。是我黄忠一剑，哼，果然有两下子。
同角色，看我怎么手到擒来。袁让兄，后面就交给你了。凡是名不虚传的猛将，我们也别落后了。没有东西能不被我的铁爪撕裂的这场战役丑陋之至，停止吧。
者杀无赦。天命不能死在这里。